由墨尔本或者悉尼转机，就会嚟到好有热带感觉嘅开恩之。重点必去嘅当然系大堡礁啦。由码头坐船大概80分钟就去到潜点，食个早餐，饮杯咖啡，就要准备落水啦。呢次有导师 Sam 做我哋嘅导游，好，即刻落水。哇，全部都系珊瑚啊！阿 Sam 会潜落水底，提醒我哋要留意嘅海洋生物。游游虾撞到潜水小队，海龟仔仲会主动游埋嚟，太兴奋啦！大堡礁真系好多鱼啊！未够喉嘅去埋水族馆，主角系十米大嘅大鱼缸，仲会见到超多海洋生物，又可以试下喂鱼。水族馆入面有间主题餐厅，焦点系70000 lit 嘅大鱼缸，不过唔想咁残忍嘅，都系拣翻肉类菜式啦。推介住呢间无敌海景酒店，有个超 hea 嘅露台，有 tablets 玩，劲多嘢饮同埋零食，地面有个大泳池同埋迷你嘅人工沙滩，旁边嘅酒吧餐厅，夜晚食镬气嘅东南亚菜，早餐咧就系 layback 嘅西餐，好爽啊！